恩典三六五，祝福你今天听见主向你的心说话。我好喜欢圣经里面一句话，就是耶和华小谕，耶和华向人的心说话。到了约书亚记第六章那里说，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，看啊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王交在你的手中了。耶和华小谕，你知道人活在世上，常常我们在祷告里面很可怕的一个感觉就是，我祷告了半天，神也不回答我，到底是还是不是，该还是不该，要还是不要，那个感觉其实很可怕。但是我们也很羡慕有一些人说，啊，他祷告后来神启示他，神光照他，神跟他说。我常常被弟兄姊妹问说，公牧师，你讲到时候说，哎，主启示我，主有一句话，哎，主到底是怎么说的？还有人问我说，主跟你说话是男生的声音还是女生的声音？但是我还是要说，上帝知道用什么方法让你明白他的心意。上帝是向人说话的，他小谕。但是这里讲到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的前提是什么呢？前提是前面一章的最后一句话。第五章的最后，当神对约书亚说，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这里是圣地。接下来约书亚就照着行了，就照着行了。当约书亚继续顺服神，神就继续向他说话。你知道我们的神呢，他不是偶尔说一句话，有的时候说一句话，凑巧今天神说话，不是，他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。那意思是什么？神的话好像一个手电筒，在一个黑暗的夜里，一路照在你的脚前，一步一步一步带着你往前行。如果那个手电筒断电了，一下有一下没有，那个路就走得很恐怖啊，把我带到一个地方，四面八方都是黑漆漆，现在手电筒不亮了，没有话了，我怎么办？不是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每一步的光，他会继续说话，他会继续带领你往前走。那你说，可是我的经验不是这样，有的时候我就听不见神的话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你要回头想，我是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寇少恩就照着行，某某某你就照着行。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那个就照着他前面这句话，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然后他就继续说话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你也正在这样的困难里面吗？你觉得我为一件事情祷告了好久，主怎么都不说话呢？你要不要换一个方向祷告，说主光照我，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就照着行？我在哪里跌倒的？我在那里重新站起来。以色列人在加底斯巴尼亚那里失去信心，不顺服神，40年后还是回到加底斯巴尼亚，继续面对这个该学的功课。上帝祝福你，神的话是脚前的灯，每一步都照亮，关键在
我有没有就照着去行。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不是偶尔说话，有时候说话，刚刚好碰巧说话，你是每一步都指引我的路的。求你帮助我，让我每一步都像约书亚一样，就照着去行，我就听见你有下一步的启示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祝福你，在什么地方失去了顺服，回到那里，重新找回顺服，也就重新领受祝福。神与你同在。受伤灵魂，有一位神，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，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。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名叫受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。有一位神，高坐在荣耀的宝座，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。在永在地上。